對陣咧就係我哋嘅斯拉格。但係咧，佢係好實惠嘅。呢個係即係比較理想嘅一種風格咯。會多少少。哇！拋個正。打前八分是各不相讓的，咁係主動又要快，又要好力。都要同你鬥前三把啊！係啊，我同你鬥。對啦，而家都仲係高拋。喺翻現場，金景娥同埋吳佳多八比九啊！喐，都輪到馬龍響叫啊！喺呢一局球當中。就要防佢發急球噶啦，睇下有咩花神咯喎呢次。一發急球衝你啦嗱，係啊，預咗啦，係啊，去俾阿馬龍先搶，兩球都係睇通曬，喺第二局發急球啦，嗯，咁啊精啲，啊，張弛嘅時候咧穩健啲。比分就變成三比一啦。斯拉，一開始就發力，只要有啲咁多機會就發力。下邊個落點就好毒噶。啊，一個算一個。啊，呢啲急球真係，啊，佢自己發得個側旋。馬龍猜翻過去，個波仲係轉彎噶嘛？好，你成日之前發急球都失咗兩三分啦，呢度唔抵啊嘛！哎呀，呢啲鼓舞力喎，係啊，啊，所以我諗佢又退咗，亦都接咗個急球。攞咗兩三分嘅啦嘛，係啊，同埋尾段咧最適應埋佢接發球擺短嗰下嘅落點啊，打得更加順。斯拉格咧要尋求更加多嘅變化啦，先可以搶到前三板。本通書就睇到老，斯拉格嗰邊變得少咯，個輸蝕咧唔會發急球啊嘛，係啦，嗱啲咁啊個威力更加大，四比一啦。一比五落后，斯拉格撞嚟啊嘛，都系马龙一个多变嘅战术之一。系啊，好啦，呢只波，哎呀，好嘢，反拉翻转，一多啊嘛。不过借唔到力，弹到落个网度。一比零，一，哎，長球又死，有啲快，馬龍嘅發球，而家揾馬龍啊，講到底又係速度喎，係啊，好，睇下打高球啦，咦？富狼底嗰度，好波好波，唉，觀眾俾多啲掌聲佢，佢又都想攞觀眾嘅掌聲啊嘛。係啊，你贏比賽，我波都係咁玩噶啦，即係喺歐洲大家班波友喺度啊。係啊，好波啊嚇，雖然你有四比零輸嘅可能，係發唔發急球啊？
唔敢，唔敢啊嘛，真系。哇！反手靓，系啊，输住四分啦。反手打入板，最後二球，11-5贏埋。